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。韩打长球，日投出球，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国家联会西区小组加州圣地牙哥教士队的南韩籍三垒手金和成 Hoseong Kim 7月24日晚间在主场迎战来自国家联会中区小组的匹兹堡海盗队，担任第一棒开路先锋，四个打席，三个打点，两支全垒打，一次四坏球保送和一次滚地球出局。然而他的队友，在日本出生，现年36岁的先发右投手达比修友 Farid Udarvish Band 却只以85球数主投4.1局，有3次3振出局和3次4坏球保送，遭到对方击出8支安打，包括4支全垒打，责任丢失7分，担这个球季第7次失败责任。匹兹堡海盗队中场是以8-4，当住43,419名主场球迷的面踢馆成功。达比修友在上个球季先发30次，战绩为16胜8败。这个赛季至今先发登场18次，成绩为7胜7败。金和成最近一次击出全垒打，是于7月22日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客场对抗老虎队时，当天他的守备位置是游击手。金和成是于2020年12月28日和圣地牙哥教士队签订为期4年、总价2800万元的合约。他至今在3个球季出赛363场，击出270支安打、33支全垒打。他于当晚第一局下率先击出中外野方向387英尺远的阳春全垒打，在于第5局下挥出左中外野方向365英尺远的2分全垒打。这是他在美国职棒大联盟首次创写单场双响炮。担任匹兹堡海盗队第4棒打击的是现年37岁的多明尼加籍一垒手桑塔纳 Carlos Santana， 他把握5个打席、4个打点、3支安打、2支全垒打，得到2分，还有1次4坏球保送。彭广阳，2023年7月26日。